虽然是房长哦，但是这位房长黄永宏也忍不住讲了一句：我们亚洲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会指责贸易不公平。我觉得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同步补充一下，英国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在7月24号登了一篇，说中国似乎正在快速囤积粮食、金属还有能源。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包括小麦啊，包括玉米啊，包括原油啊等等等哦。那写了这一大篇之后呢，它的结论就是可能是为了应对美台即将爆发的危机。纪大使是这样吗？是这样，我觉得新加坡的这些高层官员啊，他们这个国际观啊，对新加坡以外的事物的掌握啊，通常都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啊。对，包括他们从这个李光耀开始，他的高层官员谈国际事务都是言之有物，而且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然后他最重要，他是找到他自己的定位。那他在这个场合里面，他绝对不会顺着美国的这个记者的这个调子往那边走，不会因为今天我在接受美国的这个重要杂志的记者访问，或者在美国讲话，我就变调，他不会。那反而越是他们在这种场合里面他就要维持他一个客观中立，然后具说服力，有知识含量，有这些理性含量的答复，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政策，像。这个李显龙在最近几年他一直讲的一个新加坡在国际这个所谓地缘政治变动的这个大时空环境，他一直讲新加坡不选边站。对，所以新加坡不选边站这一句话，其实对新加坡的官员来讲，就是告诉他们你不被去阿谀，你也不必去依附于任何一方的脸，你就照你的这个认知，然后呢讲出真话。所以新加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其实新加坡一直想当一个区域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他站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环境，他是属于亚洲的，他是属于第一个，他是属于亚洲的一部分，第二个他是属于东协的一部分，这个地缘政治决定他的发言的一个标准，一个出发点。所以新加坡从李光耀开始的话，他就很有自己的一个从自己利益角度看问题的一个传统。所以你看，不管杨荣文他们的外长，或者说是这个李显龙，到现在黄永宏讲起外交政策，都人家都会怎么讲起这个国际事，人家都非常佩服。你看他这个话虽然讲得委婉啊，比方说他讲这个贸易不公平这件事情，当然他没有直接点名美国啦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竟然会指责贸易不公平啊等等。他话讲的用词虽然是字斟句酌，蛮委婉，但是算是蛮直白的。所以当然看这个，如果说对于这个新加坡不太理解，你就会觉得他好像站在中国这一边。当然我们知道新加坡跟大陆也是有一些矛盾啊，所以在这个场合当中啊，不管这个记者怎么带风向，不管这个现场的气氛如何，我说他讲出了新加坡的一个主张啊。那经济学人的这一篇呢，是这样吗？其实这个讯息其实由来已久，这个经济学人在这个时候把它集中全部写一写，做了这个结论是为什么？我觉得经济学人大概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美国在战略上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不断要炒高台海冲危机的这个发生的可能。对，因为这个是美国在整个东亚部分啊，他今天能够号令诸侯，把这些他的盟邦都动员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设。如果没有这个假设的话，你今天去动员这个日本，你今天去动员韩国，你今天动员这个菲律宾，你去动员这澳洲的话，你没有一个假设的情节放在那边的话，你很难动员他们。而这一个台海的危机呢，又是可以找到很多蛛丝马迹，能够证明这个看法跟利益。
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炒作台海危机。当然，这中国大陆向来非常重视粮食安全，还有这个能源安全。你说他完全没有在准备台海危机吗？当然也未必啊。但这个台海危机如果是有的话，是谁挑起的，这就很难讲。但是作为一个大国，也不能不准备吧。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它这些粮食安全啊，还有这些能源安全，这是长期的一个中国大陆。像最近几年，这个大陆习近平他又一直讲，就是说啊，这耕地的底线。事实上，我去年去这个去成都的时候啊，在郊区的时候啊，他们就一块空地重新再开发成种玉米。那我就问当地人，我说：“哎，怎么搞？”他说：“这个哈，我们有一个粮，就是说啊。”耕地的一个下限定了，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他都要照那个下限哈去满足那个标准，所以本来他已经废在那个地哈，他又把它重新开发，因为他们是这个，我觉得大陆现在这个所谓的哈，KPI 是很清楚的，他现在要比如说他要耕地的多少，然后他的储粮要战备储粮要多少，他都是数据在安排，数据要求的。那大陆是在备战是没有错。而且呢，大陆我觉得基本上是很快速的在跟美国跟西方在脱钩的。对。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天天脱钩，脱钩，现在是被脱钩。中国大陆是在减低对这个好外界的依赖，因为全球化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你可以接受没有安全顾虑的接受这个所谓的好全球分工。哎，我这个不要生产了啊。我就靠进口更便宜，对不对？可是你发觉全球化的时代，在美国带领它在切断，变成新冷战，所有东西都切成两块的时候，那你还要把你的这些好所谓的生存依赖的重要资源、重要能源，还放在你渐渐不能信赖、对你敌对的另外，那就是基本上那就是根本就是完全不理性。对，主要是这个世界啊，这个变动很大，变化也很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粮食还有能源是最基本的嘛。那中国大陆14亿人口，当然你说它的储备啊等等，其实因为像类似这个新闻啊，大陆储粮啊、储能源，其实一直都在发布，但是它在这个时间点哈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觉得还蛮特别。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